来一把齐天大圣，打个小威音呢、啊？威音上单呗，威音是你吗？乌兹，干哈呢？乌兹，哟我操！哎呀哈哈，哎呀！真是傻逼克高手啊！我发现他这个盾开的呀，成慢了，这好滚，死了。他这盾开的呀，确实是有点慢，你知道吧？我一开始都以为他不开盾了，你知道吧？我都往回跑了，我看他没开盾，我啪一个闪现，他盾开了，开倒了。哎哎哎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！你来，你来！猴哥，你为啥不回我中奖的私信？因为你私信的太慢了，我们已经发完奖，你才私信，我就看不见了。我也不能盯着那斗鱼的私信吧。他生了，我们没生。等我们生一波，可以干他一波。这个炮车我很想要。兵有点多，把这波兵给他收了。挺能装逼呀，我这一看呢。我就搁塔下就硬要点我，那不行。嗯，有点意思啊，兄弟，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？我这叫征服者啊！你是啥呀？你这小破迅捷步伐，你跟我打？小破迅捷步伐跑过来跟我征服者打，回家？不回家？你要卡兵线呢？你在开玩笑呀？这把我不想先出提亚马特，我有蓝 buff， 我决定先出一个小耀光。扫描可以啊，扫描你要干哈呀？我发现这个盾呢、啊、挺恶心的。哎，不对呀、啊、哦，我的点炎跟他的盾不是同时交的呀。
控波线啊，把线给它控回来。这波我们就不去拆塔皮了，下一波再拆。死了，四三二一零，呀，不上来了呢？来呀！你来的有点太快了吧，兄弟，这不去了，这别上了，别上了，耽误事儿呢。他能干啥呀？你就一个兵儿，你别补对。等他啊，看他啥劲来。你一辈子你也别上来，我跟你说。我能卡一年，我在这儿，我就这线儿，我就能给他卡一年。完了，摁错了，我操！我想摁 E 的。哎呀，没事，维也没看见。我们只要不放二段大，他就不知道。干哈呢？这波直接上去耗他血啊！这波直接上去耗他血。这要有个大招，是不是把他杀了这波？俺老孙正等着呢。火蓝还帮你清兵呢，火蓝，那我走了。我不走，我在这等会儿呢。我们已经成功的压了这个维恩四十刀，好，吃波塔皮，拜拜，咋的呀？这啥意思？怎么还追上人了呢？还走了，这波不拆了，算了，再推一波吧，正好我能升个级。嗯，升级去，干哈呀？打不溜一手，你以为是真猴，其实是假猴，好大。三项了，
来两把长剑，我也来个扫描。这是要拆我的塔呀，应该不能没他先放的峡谷先锋，拆的应该挺慢的。好像没了，不对，应该没不了。对，就愣拆，先把蓝枪杀了。好闪，防御塔36滴血，上当了。刚才蓝枪那个扣我们是故意吃的啊，吃扣这防御塔就打他。不好意思，这塔我要了。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。等一会儿啊，这人怎么好像有点傻？这人怎么往上追呢？等你半天没等过来呢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，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回家，不对，我们打个红去啊。他刚才就不应该 A 我假猴，你知道吗？假猴是不应该 A 的，他 A E 接个平 A 我们能死，因为他有真实伤害嘛。他如果 A 别的目标了，他身上那个环就没了。就失败了。哎，回家。2800，把这卖了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什么环？三环？什么环？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那个应该叫什么什么弩圣剑啊？圣银剑弩吧？圣银弩箭可能是，反正是这么个名，挺神圣的。看啊，啊，圣银弩箭嘛。小伙子，你以为你在塔下我杀不了你是吧？啊？你是不是以为你在塔下我杀不了你？我什么虚区呀？这火蓝还没到那种就是大招能弹自己的地步呢。哎呦啊，这波不闪现我把他们俩都杀了，闪现把我枪毙了。
让人亮牌了吧？傻了吧？一会儿我们就盯着这个火蓝啥啊！这小子来我上路好几趟了，先去打个峡谷先锋。先去打个峡谷先锋，谢谢，我是你袁爸爸的寿司。我瞅着意思你好像要抢一下是吧？你好像有点不服，我这一看，哎，卡住我了，杀人书，天哪！他居然敢出杀人书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开这个塔应该不用峡谷先锋，这火蓝可挺烦人的，可呀，我这一看，为了这个火蓝，我决定出一个影魔刀。一般我不出影魔刀的，头一回，就为了这个火蓝，咱们就得来个影魔刀。打个红，他们家这种用太多的技能来杀我，还去找人打架去，肯定打不过。小黄毛还行，好像。每一回他来，他都有大，他也不给别人放大。你说，我看看是谁让这伟人杀了。三线之人真丢人呢，不过他值钱了，可以呀。蓝 buff， 这新鲜的蓝 buff， 这不往右边走了，这是直接扫一下啊，看他上哪去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我看他往哪走，堵他。堵的，我找到的。我肚子有点痛，拉去吧，没事，你在这挂机吧。这把你可以拉，好吧，我在这儿呢。几个人，这人太多了，四个人得先杀鱿鱼，再杀维恩，再杀小黄毛，不行，四个人太多了，少个小黄毛还可以打。这怎么进来以后又走了，是啥意思呢？没有眼儿啊。
呀，这小鱿鱼，老鱿鱼，找到鱿鱼，看看鱿鱼往哪跑。躲一下，没事，那三燕之饮肚子疼，让他拉去吧。哎呦，好痛！我都不乐意叫闪现杀他，我都觉得浪费。把小黄毛杀了，三燕之眼正好拉完。我也想有一个这种打着打着我就能去拉屎的队友。投降。有没有能让我打着打着就拉屎的这种队友，然后还能赢？